简单来说，选择一辆好的电动车就像选择女朋友，尽量做到一步到位，换来换去瞎折腾，花钱无数，还耽误青春，想想都醉了。好看养眼，我中意。度娘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看脸的世界，90%的人类都是视觉动物，带女友逛街得有面子。当然，你要是非喜欢凤姐土鳖什么的，我就只能呵呵了。总之，各花入各眼，萝莉、御姐、女汉子，谁是你的女神，你得约对哟。市面上的电动车可谓五花八门，于是林子大了，就什么鸟车都有。呆板酷炫杀马特非主流，表着劲儿的比，看谁节操掉一地。选车如选美，考验的不仅是审美品味，还有三观段位。顺便问一句，这个字念什么？是丑啊！丑车出街，三观尽毁呀！引领复古风潮的劲源 V 三，大师级设计，刷新电动车款美学标准，纳米技术光亮烤漆，穿戴洋气，品味高尚，满足您第一个要求：养眼不跌份儿，看着就有冲动啊！那么问题来了，貂蝉西施林黛玉也得有个好身板不是？这弱不禁风，三天两头上医院，半身不遂还带羊角风，打个酱油都得做个120去，打个喷嚏直接爆胎的选手，您就是神仙姐姐，咱也伺候不起呀。再说我指着谁给我上头呢？所以品质就是购车当中重中之重的选择，市面上中看不中用的烂车多如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，掉零件是常态，修车是新常态，修好修不好要看心态。您要是有幸拥有这样一部牛车，奉劝您一个字儿：别骑，供着。劲源系列高端电动车严格遵循五羊本田摩托车制造标准，其不但符合国家电动摩托车标准，更在很多领域优于国家电动摩托车标准，堪称骨骼惊奇、内功精湛的天下武学奇才。开几年不用换，不褪色，不起皮，不掉链子，不费功夫，啥时候骑出去都跟新买的似的。让那些成天陶醉以旧换新，花了冤枉钱还以为贪了大便宜的隔壁老王嘚瑟去吧。好看还健康，是不是就满足女神级老婆的全部条件了？错，你娶一母老虎也满足上述条件了。你要是隔三差五被挑三拣四，贺五幺六的河东狮吼，左跪键盘，右跪榴莲，还得上户娘娘开恩，高力士李莲英也没您惨呐。您这滋味，只怕也只能45度角仰望天空了。说好的小鸟依人会幸福呢？所以体验感就是选购一部好车的第三个理由。能说会道、天花乱坠的商家不少，但真正做到舒适、贴心、以人为本的产品，可就要看个人缘分了。劲源系列高端电动车，对不起，我可不是普通电动车。